让我看看二楼三楼的包包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请给我全世界的寂寞。三楼的朋友，上面的朋友，我们靠你们好近哦！我要爆了 ！Yeah！ 哇 ！Combo combo combo！ 牛奶，都跟你说了放手。来哥，牛奶，来喽，小龙虾干牛奶上！你们的欢呼声不够大，他不想跳。苏伟，我要爆了！爆！你要爆了！来哦 ！Yeah！哇 combo 牛奶，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听你的借口，都跟你说了放手，再当什么精神上的解脱，都跟你说了放手，再是你的玩偶，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以后不再让你欺负我。我真的不觉得这22年来 NHU 离开过太厉害了，拿到这个成绩，其实你知道都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们啦，都是为了你们。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苏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弟。大家好，我是 Toro。大家好，我是坤达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我真的不觉得这22年来 NHU 离开过太厉害了，感触很深。我刚刚讲说，真的读书的时候没拿过那么多第一名，然后这一次跟
整个这样的我们合作唱片公司，还有这样团队合作，让我们能够22年重返乐团，拿到这个成绩。其实你知道都是为什么吗？看一下彼此，都是为你们啦，都是为了你们。现在是从那个幼儿园啊到老人院，你们有看到就是老人院也在跳这个，有看到影片？对啊，现场要不要想看他们示范一下？在做这件事情之前，我们都会先举行一个仪式，猜拳、啊。我猜拳，对。就是要先给大家满满的回忆杀。